超级好玩的游戏来了！这个游戏极度的好玩，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涨幅。哎呀，涨幅系统真的是让我们一玩就爱上了的系统。我直接弄给你们看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！你说银币，银币到底要干嘛？因为它有涨幅啊。哎，这个游戏我一玩就爱上，超棒的！找有钱的吧。很少有钱的耶。应该不是有涨幅吗？就没有就不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它最最重要就是要有那个涨幅。哦，前20涨这么多啊！那全部都给我买强化石，大家全部买强化石，有在玩的全部强化石 all in，直接让它涨停了。啊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！哎，是我买太凶了吗？你背包回去一下。买太多颗了啦。我比较好奇，我们以前买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现在已经有没有升值了？有吗？这些都是我以前买的，可以一键卖出吗？又吐出来哦，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哎呀，他我们这样卖，他不是要跌停呢？跌停了，跌停了！Oh my god！一直卖它就狂跌啊！可不可以一键卖出啊？官方？等一下，哎，不就跌很凶？哎，我们是卖这意思啊！就是，哦哟，之前买太多颗了啦，烦死人了！哎，这样它会跌多少啊？傻眼嘞，都你们在控场就好了，笑死！等下人受气，拢互恁算，拢互恁算，挂机。挂机系统讲一下好了，什么是挂机？经常讲过了吧？要不要时钟再拉出来？大家看一下，不要啊。好了。